就目前呢，现在呢，就是说从这个病毒变异啊，我们一直在紧密的监测，可以说呢，是按分秒来监测，因为这个是太关键了。说现在呢，我们这个信息啊，和上次给这个我们各位媒体朋友的信息呢是一致的，现在还没有发现病毒变异的证据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